差点撞进来啊！撞到我们家的。那你赶快移，我第一秒试了，你都不理，你赶快，因为我看到，然后你现在移，你现在移，我不是警察，但是你违规，我要检举你，你现在请你，我就是在跟你讲，我怕你听不到，我怎么听得到？有病啊，真的。对，不能停车。这里是路口，你挡住路了。小声，我在跟你讲话，我怕你听不到。好，好，你先移车，移车，好，你移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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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小声了，你移车，你移车，好。那你赶快移，我逼两次了，你都不理。你不可能没听到，你刚下车，我还有逼一次。好，那你赶快移，你赶快移，你赶快移。我也不认识你，我怎么听得到？我刚有按喇叭。你按喇叭，我这你按谁哦？我刚在你后面。好，你赶快移，你赶快移，你赶快移。停这里可以。你赶快，因为我看到，然后你现在移，你现在移。我不是警察，但是你违规，我要检举你。你现在请你，我就是在跟你讲，我怕你听不到。我怎么听得到？我那么大声，你最好听不到。要报警吗？要报警吗？没关系，要报警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你报，你报，你有病啊，真的！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啊！我没有发动引擎，我怎么走？我大笨手！有报。对，不可以停车。他在搞什么东西啊？中央一轮正常的有三根长杆，他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别上车！不是，我以为你走了，我不晓得你要上来，对不起了，站住了。要我救他怎么办？啊，对不起，站上去了。我很夸张哎，等下我要救他。不是啊，我买药包给你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已经走了，你不然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向你道歉了。你向我还严重。向你道歉了。你要怎么处理呀、啊？你跟我讲你要怎么处理。不要啊，这真的很严重。他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向你道歉。向你道歉。我有没有人上车了？前门的部分有一位男乘客，他正在刷卡。那他刷卡的时候，他那个悠游卡发出来的声响有异常。那刚好后门的那位小姐，她本来已经刷卡成功了，那她以为是她的卡片有问题，所以她又在上车。
们在搞什么东西啊？